大志，大志，你别担心，校长他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医生，校长他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节哀。校长，校长。 没想到老校长走得这么突然，再过一个月啊，咱们同学会就开始了，还请了老校长参加的。没想到走的，胡主任，你有这份心，我代表我妈感谢你。谢谢。魏红，老校长啊，人是严厉了点儿，可他处处啊为我们着想。 记得那会上学的时候，很多同学不理解他，都埋怨他，处处跟他作对。现在这些同学都长大了，终于明白了，他老人家呀，一心都是为了我们好啊。谢谢你啊，胡主任。您那边请坐吧。